安早安，改个标题。医生说没外，果消不掉，就要。豆豆，又要开刀了，一早钓鱼储存，老板让休息10分钟可以来看台，刚好10分钟，还是你10分钟快结束了？你看湖面结冰成这样子，看到了吗？然后这是早上钓到的鱼。看到没有，28公斤的鲤鱼，然后我钓到这条之后，舍不得离开这里，啊，有点捞，把冰捞掉。该好饿，会吗？我也没有很晚睡啊，真的水也喝很多啊。你看，我今天过去的时候，医生也没有叫我早睡了。啊，今天是换一个医师啦，一个要资，也不是资深，一个男医师，老医师。早安，看到痘痘可能就直接，我不知道那时候长出来的时候明明就可以跟一个年轻医师一样打针就好了，啊，那个女医师不要，就说吃药就会好，就吃完之后现在变成说，如果就持续吃药嘛，现在状况是你持续吃药的话，顺利点它会消吗？那可能会有那种小囊肿在里面，但是看不出来，啊。不信一点就可能就是消不太掉，就可能就是要在脸上继续动刀。你是看中医还是西医啊？西医啊，中医哪会开刀啊？我顶一下没用了，看起来还是好累，好累什么？我好累，下午去看一下粉丝团 看有没有人私讯，有的话请温阳。哎呦喂，好多哦。要问你，问，热量，哦，起来还是好累哦，我怎么看成看起来还是好累哦？鲤鱼，完了完了完了，回来，啊，睡啦睡啦睡啦。有些医师偏要开药不动刀，我之前看的医师也宁愿让我吃2年不宜生小孩的药。据说不是，他的意思是
他说这种东西可以自然消就消啊，但是我也是那时候跟他讲说这个，我就是怕会又要开刀动刀。那个女医师说不会啊，就是他说吃药就会消了啊，现在已经吃完药了，然后就是没有消啊。男医师是说这个消不掉，可能要动刀。我说我看，那也有一样啊。小鱼，你看这边不是鲤鱼就穿蝶，傻眼，这蛮合理的啦。这种鱼扁扁的，本来就适合在海底。鲤鱼其实也就是，昨天看完台到现在还没睡，那你就不要给我睡，你就不要给我睡，不要给我睡啊！被我抓到睡觉你就完蛋。藤，阿弟，早安，早安。我什么？我不是说加藤吗？还是优一？我叫错了吗？哎，感谢你的超级留言。你下班了没？要不来试试这款，去钓鱼线上游戏。那我们在线上，哦，你是说鱼链的那个藤吗？哦，鱼链哦，那我们再钓一条鲤鱼，我们就走。不是教主，是你是不是延迟？他不叫业余烤肉啦，他叫鱼链呐。哦，你看你以后都这边以后改叫烤肉了呢，怎么办？我打字很慢哦，好，没事。啊，那以后没事有事没事就是要睡觉，有没有？狂睡猛睡，当个废人。看看豆豆会不会好一点？后来还想想，哈记不是说他拔智齿，因为就疫情爆炸，然后可能就是怕诊所还是牙医那边就是有人确诊还是什么。哎呀，可是他们上次去聚餐吃东西耶，最多也不好吧？最多就有借口啦。你说，你看，要我早睡什么的，我睡很多啊，尿也尿很多啊。我怎么记得，怎么像智齿那种东西，越晚拔越不好，不是吗？那东西就要趁年轻，真的趁年轻，赶快拔一拔。在你的那种愈合能力还在很活跃的时候，看到，我们可以聚餐呐、啊，想太多，走开，你慢了，真的有钓到哎、欸，
我觉得拔牙就该拔，我蛀牙冷到解封才去看医生，被医生骂了10分钟。反正就是啊，其实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啊。没有，今天你真的怕确诊的话，也不可能会去什么预约吃东西啊。没有，那是人家的事啦，我不能管啊。啊，只是我觉得真的要拔就真的要拔。你一直卡在那边，你也是害怕。啊，掉到了。好啦，佩佩，拜拜。你的藤啊，竹布啦，它是草布藤啊。你有玩钓鱼游戏，但我那款是俄罗斯钓鱼。什么是俄罗斯钓鱼？什么意思？哎，你看，整个冰湖就只有我一个人被我包场。你就叫优一就好了啊，叫加藤干嘛？不是，就像人家不叫你，鱼店叫你烤肉面一样的、啊。那款熊会打人的，是不是？哦，就是你们讲那一款哦。哎、欸，掉了57公斤，钱才1400。天哪、啊，卖鱼，好哎、欸，哇，赚了1000块，好赚好赚。嗯，啊，这边是回家了啊。哎、欸，回来没东西，离开，离开，离开，退出，确定，退出。哎、欸，好，我们现在要干嘛？嗯，有夜晚垂钓的，哎、啊，有没有买那个啊？通行证之类的，就是买个通行证，然后才能在里面钓鱼。你没有买的话，你有些鱼被限制住。泰拉小教室什么泰拉？嗯，我觉得企鹅这款可以移除掉、欸，哎，应该没有要丢了。解除安装，当时我可以解除安装。我看看我有什么游戏可以开来玩。哦，你怎么有那么多游戏啊？我 PD 类的游戏有1、2、3、4、6、8款，啊，猴子 TD 就占了3款。我怎么会有空洞骑士啊？好奇怪哦，明明不会玩这款游戏啊。优花早安，早安，早安。地牢迷途哦，这款哇，哎、欸，好多游戏我竟然都当时是真的觉得很好玩，可是真的是玩过之后觉得好无聊。好多真的是你买不知道，买了之后就真的是没兴趣了。
不会想再开了。4:50就起来，我大概6:50吧。我找游戏哈。找游戏玩时间。我试试看这一款好了。这款如果我再不能玩的话，我就把它移除。也不是说不能玩啊，是这款它很奇怪，是我笔刷画上去的时候会很卡。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玩这款游戏。等一下哦，游戏截图分哦，我已经把它分类化掉了。哎呦，不行哎，这款游戏是不是有毒啊？设置，哎有了哎，哎，好像正常了哎，应用，什么意思？我 ESC 没办法用。对啊，画图去卖的游戏啊。我重开看看哦、喔。这款游戏之前怪怪的，就是因为我一直截取不到它。就算截取到的时候，我只要画面缩小或怎样的话，它就不让我感应到。早安，早安。继续。原来你是讲这一款哦、喔？对啊，不然为什么那时候系列没有继续完成它？就是他那时候不让我判定到很多东西。哦，好久没玩了哦。哦，首先呢，我们先把画布填满，白色。对啊，对他有个北气，他不能扛错力，所以我们每一步啊都要画得很小细，对吧？很仔细。画什么？等一下哦，不然好久没看台了，什么意思？难得上线线课，家政老师让我们挂网，白痴哦，利用挂网课来看我的台，哎呦，赞哦！那下面的喜欢有没有点下去啊？画个樱花，画什么樱花？画什么樱花？哎、欸，怎么觉得比较顺了、欸？哎。
其实这款游戏很不适合新手来玩，因为它没有橡皮擦，它橡皮擦就你要自己这样，然后磨啊磨啊涂啊涂啊。那看来与我无缘了。你说这款游戏吗？不是，这款没有扛错力啊。橡皮擦就是你自己用白色颜料嘛。像我刚刚不是一开始用白色颜料吗？原因就是在这款游戏没有橡皮擦，你要画的话就是要按，就要自己这样子用白色颜料抹过去。因为你想想看，这个就是在油布上面画画，所以没有橡皮擦，没有什么很正常，你就只能用其他颜料去盖过去。像我之前推给蘭蘭玩过啊，说他到现在还没有买。其实这个厚涂很强的很，就玩得很起来啊。但他就没有油漆桶啊，所以要慢慢磨，慢慢涂。完了，玩这款游戏我真的，我那时候录影的时候就觉得很阿宅，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不会讲话，
会很认真在那边画，然后，那时候不是有尝试想要上那个全字幕，就发现我完全中途都没有讲话，所以我不知道我全字幕要怎么上。全字幕哦，不是跟我讲话哦。没事，有事哦。嗯，衣服用什么颜色啊？哦，我黑。完了，再不卖画的话，我要饿死。应该叫克洛伊玩这一款哦。哦，手好酸。这款成品能存下来，存档下来吗？没有欸，好像不行欸。干他没塞呢，所有都是荧幕截图啊，那些封面都是荧幕截图吧。嗯，我一直没有试过这个欸。哦。
然后那时候有抱怨一点是他的颜料不能微调，所以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对，你像颜料就这些，等下用这些颜料去想办法搭出一些看起来比较不会奇怪的东西。真的好喜欢萨克斯风哦！虽然这后面是小提琴的声音呢，可是我很喜欢萨克斯风的那个蓝调嘛，就人家那种在饭店播的歌，还是怎样的那个？饭店不都会播那个吗？小那个萨克斯风的音乐。所以那时候每次去 CWT， 我都可以在饭店大厅坐很久。哇！我难得画一张这么用心的图哎！我天哪！截图还没啊，还没画完。刚个小无意点尾，哇，特定的无意。Thank you.
有人可以串到我这边来，嗨夏西，有人可以串到我这边来吗？帮我跟他回答一下，感谢。我在开台画画，有人方便吗？有没有人有空啊？你在上班，你还可以过来？我的天哪、啊，你真的很有空哦！教主在开台，他是知道我是谁哦，白痴哦！嗨，欧弟。啊，滑下来了，滑下来了。早安，欧弟。天哪，我这是超级驼背！天啊！啊，想起来，我今天本来是想要画那个啦，那个焦糖舞的那个布布，想要试试看。有人献祭，等谁啊？你有跟人预约时间吗？爷爷。这是什么游戏？对，第二派画家。你看这款就这个灰色就很尴尬，是因为你看灰色在就是黑色了，所以它黑色没办法做，它灰色没办法做太多渐层阴影，真可惜。
不是要用您的，好像有人哦。对不起，我现在画面回来了。嗨，抱歉，花花花花没有注意到大家。看一下我背后的头发哦，银色的。OK， 哦，截图啊还没，好呀，兔子还没画。兔，哎，滚开啦！我在看我啦，走开啦，白目。直接喊人家白目，就白目啊！挡我画面。啊，它没有适合的红色啊。等一下我截个图啊。二完成。要摆哪里？这里。命名。命啥名嘞？矮腰。啊，看看可以卖多少钱嘞？哦，不行，画完一张肩膀好痛哦。我坐姿超不正的啦，啊，只是太酸了吧？什么七七三，大小，要买就买，不买就滚。啊。太认真了，因为要涂涂抹抹啊，太累了。那下一张画什么？不买就走开，不买就走，好不好？要穷死了，要穷死了。表弟人精神良好，虽然有点胃疼、头疼以外，一切都待救。哎呦，
那张好适合做明信片，我也舍不得卖。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二万呢、欸、啊！好啦，卖你啊！哇，好好哦，我也好希望有人出了十二万跟我买画哦。雨林早安，哎、欸，雨林，先给你看刚画的图。我们多久没聊了、啊？嗯，到了五月一号，十五天。光遇王家。哦，不行，肩膀好痛哦。哎、欸，我记得最近不是有一个，不是也是最近啊，就是有一个图是。然后是这个人吗？还是我就花这个就好了？现实十二万吗？当然喽，当然十二万啊，哎、欸，很棒哎，十二万，十二万是什么？十哟，这也不是酷游戏了啦，这个很早以前就，我之前班有一个系列，可是因为那时候我 OBS 截出来的画面跟，就是我这样画一撇，我画过去的画面跟 OBS 的画面会有点卡卡的，那再来就是作画的过程中就影响很多，就那个系列就停止了。这种 Q 版的图可以画，可是腮红怎么会紫成这样？哦，因为你看好哦，这个，你看哦，如果腮红用这么红的话，你懂了吗？这就太红了啊！这个价钱应该是你们看到，当然哎、欸，超多的，我最多应该也只有到三万四万吧，不知道哎、欸。还有什么可以画？嗯，你有听到我讲话吗？我 Google 一下有什么图可以画。本机档案，找自己以前画过的图好了。等一下哦，也哦，好，就画自己画过的图，嗯，就你了，好，我们回来。
看，我都觉得布布真的是我画的吗？怎么画不出来啊？假的吧？抓到了吧？其实不是你自己画的吧？哈哈。抓到咯。抓到繁星其实不会画画哦。我连很母汤，可是尴尬的又来了，你看哦。他颜色真的太少了，没办法自己调。好啦，我在想，如果我之前都没用油漆桶在上色的话，我的手可以多酸多痛，因为这样一直涂抹涂抹涂抹，其实很伤肩膀，很伤手。哎、欸，番茄，那时候安妮不是说最后一次抓兔子吗？所以他之后就是不会再去抓，不会去刷那个了、哦，蜜雪儿了。哇、哦，好，真的好酸。安安安安安安。我们大一点的笔刷好了，太累了。应该会继续啊？怎么那时候标题看他实况标题是说最后一次抓图？哦，画面好想放大哦，太小了啦，感觉老花眼了。我想说之后可以每天给你跟繁星，如果我没有急需的东西，上课挂台，好，拜拜。用电视画啊，它可以那种拉，跟那个拉大就好。要待遇才过分嘞！他把爱心卡着，他说不让我送。我说对耶，那这样子我要卡着你们的爱心，也不让你们送。
对啊，他们就那么卡爱心的。你没有看到我起床第一个找你，我你搞不好看其他人的台啊，第一台长可以当个大弟弟。原本在想说早上我八点半就设那个了嘛，八点就已经设排程。那我说还是就跟之前一样，就开台挂着，然后可能挂个什么挂机游戏，然后画面这样开着，然后你们就自己聊着，然后去看完医生，然后回来再汇报啊，就可以在诊所，然后就先跟你们说我现在状况如何，对啊，那现在是又因为脸上又可能又要动刀，我觉得哦好烦哦，我的脸到底怎么了？那如果真的长得很帅的话，为什么不早点露脸，对不对？因为脸上东西一大堆，我不像杰克哈基，他们是小痘痘嘛，小痘痘偏多嘛，大痘痘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痘痘都是那种小颗或是局部的嘛。可是我那时候给他们看我的脸的时候，就是都是那种很大颗、很深层的痘痘。他也不是说没有好好的在调身体，有啊，就真的我上个月的水真的是我已经是我一年份的量了、欸。哇，晨晨你是真的爱心太多哦。哎呦喂，我也这样搓一下就好了。我好像脱汤了，等一下。好像不对，就小一点。主要是这边问题耶，有点化汤的感觉。天哪，手怎么那么抖啊？等一下，好吵。比段幺九还丑，肝火太旺，没有哎、欸，那我肝火旺了六年多哎、欸，稳豪，我觉得我要啊，果然，最后了，最后了，就是哇，我就那时候觉得说我应该剩下几张而已，因为他总共画了几张就会最后结束了，来让大家看看以前画了什么鬼。这、就是我从上前年系列到现在总共画了什么，
看有画了小雨啊、卡比兽啊，然后杰克啊、鱼竿、团团跟白霄，中间那个好像是艾莎吧，忘记了、欸，好久了。我想到我可以给你看观看记录证明我的爱，赞吧，赞赞赞，来一堆彩虹，我一堆彩虹，你给他们彩虹哦，你怎么可能有钱给彩虹啊？哦，还是真的有萨克斯风哎，艾莎是那个艾莎吗？就是那个艾莎，对，那个艾莎。没啦，我是说彩虹色的哦。那你应该真的可以去多看看小雨跟喵哈的台，他们现在整天都在丢那些烤肉的那些彩虹色的那个影片，在那个阿米狗、菊婷、叶小珍。艾莎贝尔什么东西？等一下哦，那个雨林，我等一下再点开，因为我现在点开的话画面会卡。怎么那么多复制人啊？嘟嘟嘟嘟嘟嘟！哎，这样想想，我的画风真的有进步。你看，我时隔两年才回来玩这款游戏，然后那时候鱼竿的脸，那时候真的只能用白色的底，然后肤色当阴影，不然脸看起来太像烧烫伤了。哎，我不能自己看自己的图吗？哇，很可惜。这个就料理鼠王那个啊。我喜欢美食，我热爱美食。评论美食是我的工作。我都有听，所以安妥。没事没事，不是啊，就是觉得说没有已读到，你会不会觉得说不好啊？对耶，诺英不知道今天下午三点有没有要玩呢？就是他的那个子衣架，他有没有要继续玩？因为那天他只是在一个神那个佛像面前，他就快怕到要死。我想他有什么好怕的？小雨台都有看，只是不当。那你都有跟他听他聊那些吗？彩虹色的事，我觉得开台时间太频繁，早上也开，晚上也开，然后就很少去，没有，根本没时间补档，也没时，其实也没什么时间在Amigo群。哎、欸，没了吧？要到什么时候啊 ？Excuse me。我们看到40分，如果没有东西的话，我们就撤。好像真没了欸，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欸。39分没有了欸，那我要跳我按退出咯。啊噗，退出是关掉哦。Excuse me。让我大吃一惊。
然后等一下、哦，我现在 Steam 那个游戏卡住了，停止。哦，第二了 哦白痴哦啊！我刚刚图没办法看了哎，设置。好了，那看来这款游戏缘分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陪我参加了最后一个画展。卖出一幅9000块以上的图。哎呦。哎，等我一下，我去光遇po个文好了。我去羞耻羞耻的po一下文。光遇社团。去发个文，我说小弟不才，看一下哦，光宇，哎，克洛伊早，下载。小弟，哎，大家好，我是繁星。玩了光遇也1年多了。等着，刚好玩游戏花了还小。阿布，好撤，好，欧了文就跑，编辑这款。海画家，看一下左屏，不存，你太扯了哦！我们回来，哇哇哇哇哇，18个赞了，怎么那么快？我在那个光遇的社团啊，丢个文。好，我们下一个要玩什么游戏嘞？还有什么游戏啊？这个已经破关了。哎、欸，你有没有想玩这款啊？哎、欸，那个谁，那个，我贴个游戏给你，你看你有没有兴趣？你可以先加清单。如果你有那个啊指定的话，你可以加这个，那个克洛伊。这个游戏就我不是游戏荒，是不太想玩一些无聊的游戏。没有啊，这个其实有点练厚土了。因为它没有扛搓力，没有橡皮擦。卡个连结，什么连结？你要那个连结吗？你要去帮我冲战是不是？嗯，一直看你发文，我
我超不敢在这发文。这里光遇的文在这，在这，在这，有加社团的话才能看到了。冲啊，冲去哪？冠战！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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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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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玩个游戏，我们来看机器人玩那个大富翁。我装一下大富翁哦，等我一下，我们可以看机器人玩大富翁。没家也看得见哦，哦是哦。原来是公开社团哦，我以为是私人社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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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画家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哦，你知道哦，那你有没有兴趣？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先加清单呐、啊，现在没特价。然后那个。那个目前没特价，所以你可以再想一下。其实很多其实很多游戏我根本都没开过，我当时就是很想玩就买下来了。其实很多都是多人游戏啦，我几乎都是买那种多人冒险游戏，可是就是没有人跟我一起玩啊。对，可惜了。不然就是那时候已经玩完了，可能游戏内容可以到 100%, 对不对？那可能那时候一起玩的时候只玩到 40% 就没玩了，就觉得说主线过得差不多，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体验，但是就只玩到 40% 就没有玩下去。你有看教主的影片？哇哇哇，所以稍早有在影片内容那个啊，今天刚刚直播画图的时候我说诶，这款我可以推给特洛伊耶，其实也就是训练那个啊，厚涂啊，还是什么的。等一下哦，我的大风，好，来来来来来，然后第二拍我还是下就先删掉 ，delete 掉，我之前要挂这个等级嘛，解锁东西我都是开着，然后给机器人自己跑。有在几个社团还是只有一个？一个社团而已，一个是粉丝团，一个是光遇的好像粉丝团吧，然后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社团。还是有推荐什么？靠腰啊！干怎么那么大声？大富，太大声了吧！天哪，耳朵聋了！哎、欸，我声音又这么小哎、欸！问问就、不行不行不行，这会玩到吵架，这绝对会玩到吵架的，不行不行！哎、欸，音量这几趴，这好歹有50%了吧？他声音一直都很大，对啊，本地哎、欸，啊，我这挂满了是不是？那这个嘞？我的声音爆了，我现在声音很爆吗？
等等等等，我现在不是是刚刚背景爆了，还是现在声音爆了？喂，喂，没有啊，声音没爆啊。喂，没有啊，声音没爆啊。骗我，啊，骗子。你是章鱼博士。就这个点下去，我就可以挂网了啊！不干我的事。哦，声音调大声一点哦。哦，特性。又不是音乐啦。干嘛呀？打劫啊！好，我们就看这个画面吧。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我就可以去洗澡了，对不对？怎么样？我就是那时候剪片，我就把声音音量全部关到零。然后就给他去破那个故事模式，然后回来的时候，哎，我赢了，哎，然后换下一关，然后继续去剪片。你想知道我头上的章鱼是怎么反派？一定能逃出自己设计的陷阱。我喜欢地雷和炸药，因为他们很皮。语音调大声一点，我听不到声音了。等一下哦。嗯，小声。搞事，搞事，添乱，添乱，破坏，破坏，添乱，添乱。你就不要自己走道，白痴。麻烦。白痴。这谁啊？邪恶小美哦，对啊，我还蛮喜欢吃小美的哎，因为包包头。我喜欢地雷和炸药，因为他们很甜。我去回一下社团哦。你开窍了，搞事。那个什么，重组，重开，开始玩。哎、欸，是我，哎、欸，是我。是我。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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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继续看。你比较喜欢金贝贝，因为他很可爱，他很腹黑、欸，他超腹黑的、欸，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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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wo, three, 你比较喜欢坦航，还很多哎、欸。其实那时候大富翁四的角色都蛮喜欢的。知道、哦，后面大富翁五之后，感觉都怪怪的了。哎，对，还有这一代，为什么炸弹可以被那个神明取代？我就觉得很奇妙哎、欸。之前大风十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宫本宝藏，我想哎、欸、怎么没有宫本宝藏，还有忍太郎都没有。睡睡吧，进入梦游状态。麻烦，人家不小心丢的哟。哎、欸，会玩太久啊？胜利条件是什么啊？看一下哦、喔。去哪里呢？敌方破产。完蛋了，然后玩很久哎、欸。要是大富翁开一个小游戏融合马里奥那样子，
奖励的卡随机抽卡，卡牌定额。对啊，马里奥。你在学我？我马里奥的游戏。炸哈炸哈，对，炸哈炸哈，回戏回戏。你在学我？你在学我？嗨，小鱼早安。你知道那个谁？你知道番茄刚刚说找我们玩这款游戏？我说不行欸，这个是会吵起来的欸，这一定会吵架欸。他说那就吵啊。我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是真的会大吵特吵的那种吵。胜利胜利，糟糕糟糕。马哦，马里奥派对哦。我想说马里奥，你是说什么马里奥？他不知道我们会走心吗？会啊，绝对会啊。他一定是没有看过我们玩那个，玩那个什么，那个 Overcook 啊。对，他之前想找我玩 Overcook，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行，那款我们会，我其实对那款真的还好，不是因为会走心，而是我真的觉得还好。糟糕。真不是糟糕糟糕，以后我们不知道玩什么就打开那个大风池来 观察他们怎么互相陷害好了，互相伤害啊，不是互相陷害。完了，金贝贝再见了，金贝贝我很抱歉，金贝贝，金贝贝我很抱歉，金贝贝抱歉啊，金贝贝完了，金贝贝完了。哈哈哈哈哈哈哦哦哦哦哦，你在学我啊，好爽哦。破坏破坏，黯然销魂发。这游戏很危险，真的会没朋友。对啊，你是说大富翁十还是 Overcook？ 我喜欢地雷和炸药，因为他们很。还是你是说 Over 十？大，大库克。肩膀感觉轻松一点。这游戏原来是炸弹超人吗？因为他真的这个炸弹模式真的是我觉得会最没朋友的模式哎、欸，这就是搞针对的啊。之前跟酱油，然后洋洋他们在玩的时候，酱油在那边说自己不会玩、不会玩之类的，就突然一个大反咬，你知道那个，你知道吗？就是想说他是新手，让到后面发现他根本不就不是新手，都是在演的。只是有远见。啊，车爆了！你还没玩过炸弹模式，可以玩啊。绝对没朋友、喔，因为这个模式已经不是踩到别人的地会扣钱了，而是你要一直用炸弹去炸别人，你的钱就等于是你的血量。你懂吗？你看现在炸的钱都是扣他们的钱嘛，而现在这个没有不会住院啊，不会怎样的，就只会扣钱。想想我们 G8 的嘴脸，有请神仙下凡喽！凡凡来喽！打光光，去吧，我的小可爱，小可爱，去吧去吧，小可爱。闲人止步。胜利属于我。莫里斯小美的配音也很可爱吗？白痴，走过头，白痴。炸哈炸哈，回戏回戏。你在学我？
哎、欸，我收到好多有妖哦，白痴哦、喔，有妖也不是有妖哎、欸，通知追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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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好开心哦、喔，好久没有这样子了、喔。哎、欸，不要！肩膀感觉轻松一点。积少成多，积少化痰。注意脚下哦！注意脚下哦！哇！换来财神，朋友们就。宰就删掉了，当初教他们玩，我还买给送他们啊，那你就遇错朋友了，对不对？你看看，随机摧毁动建筑物，卡片最多的人，动神，新包装，哼，你看。你看这种改建卡改下去会不会没朋友？会嘛，对不对？你看把人家的什么六级的大厦旅馆那些，那边变成公寓的话，要是要不是他在旁边，他如果在旁边的话，一定一拳扒过来吧。你想想一下，你的证券公司。你的旅馆，你的百货公司，对不对？好可怜哦，五星级大公园不行，那是要干嘛？里面的树特别多，他们在互相伤害，对啦。完了，金贝贝要死了！那边好多炸弹啊，金贝贝！我是不是在做梦？我们来看金贝贝怎么死吧。等一下哦，应该会炸连会连锁吗？我喜欢地雷和炸药。干，击败人，击败人！太了、欸。哦吼！天使显灵，然后炸掉，碎啦！各位，本次乐透即将开奖了。但是我们尝试，谁才是唯一？本专加入社团发文就可以避免有妖。哎、欸，对耶。Sorry， 本次没有人中奖。奖金将累积到下一次。金贝贝撑住啊！啊死了！白目，白目金贝贝，害谁？来死吧你！干，金贝贝去死吧！替身攻击。现在干嘛都是摧毁建筑物啦，爽了没？开心了吧？没建筑物了，开心了吧？金贝贝，土地公，肩膀感觉轻大富翁走这么多炸弹，没有是这个模式啦，这个就是没有买，就只有那个买那个特别大块的地嘛，可以建那个公园啊那些的地而已，没有一般的小房子的地。然
然后其他都取代成那个炸弹，那炸弹是拿来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就扣钱。你就想象成游戏王，对不对？那些钱就是分数，分数扣完就没了。他们要自己死了，碎啦碎啦碎啦！他们要互相伤害。嘣嘣。因为是抱抱王，很久没玩了哎、欸。可是抱抱王那时候连线太烂了，我们那时候连半天。哎、欸，为什么土地公啊？这模式土地公不会抢地。被罚20000块，好爽哦！破坏破坏。嗯，那时候真的这个游戏太好玩了。为什么？被外星人绑架。哎、欸，那时候这款游戏就是我在剪片的时候，又到了每月银行结算的日子，大富翁银行剪片的时候就是挂着剪完片，哎、欸，剪片剪到一半，哎、欸，好了好了，结束了，然后继续玩，不要放后面了，不要再放了，金贝贝在后面，虽然他刚刚搞你，啊，金贝贝，撑住啊，金贝贝。我觉得小美干嘛呀？干嘛呀？打劫啊！我觉得他干嘛打劫啊？就很可爱。金贝贝，撒尤拉拉，去死吧！嘣！哈哈！这一块好痛哦，这块24000了。你看他多腹黑，哦吼！这真是个他死了，他破产了，耶！我们生一个对手了。可是这款真的要玩，也可以玩到一个小时以上啊，所以我不喜欢玩大富翁。另外原因是这个。一会没朋友，二是时间有时候太久了。会没朋友，就是会没有啊。嗯，哎呦，干嘛呀？打劫啊！来元安。我是不是应该在那边贴我的实况台的网址？干嘛打劫啊？倒霉了！糟糕糟糕！那、啊、他要死了哎、欸！我身上还有3枚炸弹哎、欸，是不是可以搞死他？3枚飞弹，去吧飞弹！13000，人家不小心丢的哟。糟糕糟糕，人家不小心丢的哟。我感觉这个脸很像克洛伊会对我的脸。糟糕糟糕，嗯，去哪里呢？看克洛伊的脸就是这样，怎样？怎样？
鸡掰吗？不是啊，就是那个脸啊，那种笑的笑的让人心里发寒的脸，怎么会说你鸡掰咧？快死了，他剩2900了，我们要结束了，我们要结束这一轮了，太好了。一二，有我在，让你赔光光。看反清台的，搞事搞事。死了，结束了，各位，我们赢了，就是这样子。大富翁怎么玩？挂着，因为他不是有故事模式吗？我想说，反正故事模式他会自动动，我就让他自动动这样子。好了，我们大富翁结束了。然后怎么可以玩？啊，海款呐、啊，那个谁，番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一个叫《城堡毁灭者》的，分类放哪里啊？多人闯关，我、哦、找到了。而这款游戏，我已经快没有角色可以跟新手玩，之前都是跟一些人玩，玩到后面他们才玩到一半就不玩了，好像听说过。我已经玩到已经没有新的角色可以跟新手玩，所以如果要开局的话，就只能用一些有一些等级的没有玩完的。原来直播，原来是直播看台的部分东西。你是说看那个吗？不然就看机器人玩呢、啊？看一下这款游戏有中文了没？还是没有，烦哦！为什么会没有中文呢？火影忍者疾风传终极风暴四，跳过。有一款我感觉也可以四人玩，哪一款？嗨，泡芙。我突然觉得在那边社团po文有回到最早期那个开粉丝团的感觉，就突然有一堆人留言啊，然后可能碰到就可能碰到自己喜欢自己的游戏跟自己的图，然后那种在那个早期开粉丝团那时候的感觉。有这个画面是不太好，先关掉。芝洛之塔。给我拼完啊，叫失落之塔吗？就叫失落之塔吗？失落之塔。欸，等一下好像开台不知道在干嘛欸。搞得我好像在玩加班。为什么失落之塔是火影忍者疾风传剧场版7？我是失落之塔。失落的王座，失落城堡吗？啊啊啊啊！你这款我有玩啊，但是我玩的比其他人都就影月他们久，但是我从来没有过关过。我觉得那时候我的运气真的是太惨了。好献祭吗？你说这一款就横向的那个游戏吗？可是那款我就真的是一直都没有过关过，我就觉得啊，算了算了算了，没有命没有命没有命。
Big bug。没有，已经快12点了，我想说不要玩什么太累的游戏。终极钓鱼模拟器。连一周末都打，对对对，那一款。那一款我那时候玩到后面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就打不过，就很气，气到很不爽。我是真的很不爽哦。还是我来玩 CS。等我一下，我在挑游，我在看有什么游戏。Baller King。我觉得钓鱼蛮疗愈的，那算了，我们继续魔力宝贝。哎，魔力宝贝，我解说他可以直接给我账号，他说叫我玩他的账号就好了。我说也不是不行啦。就直接用我的账号，然后跟你们玩，因为不然一个队伍五个人呢、啊，这样玩起来也很尴尬、啊。对吧？走完开工上班，凯兰加油，感谢凯兰超级留言。感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那天 Overcook 吵架的地方。OVR GOK 哎，我是归在小短片里面吗？精华短片，找一下，那好久咯。我来看吧，截图用这个。那时候我们泰阿瑞亚玩到坏掉，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那一场有了那个网速不好。喂，喂 ，excuse me。简单穿就很行。等一下哦，我那天这个是那时候是在 FB 跟观众玩，然后就是跟观众玩嘛，一大就是有香港有马来西亚，其中有一个人网路特别特别烂，然后我们在打 BOSS 的过程中，21秒才可以，哎，他现在有复活时间嘞，都有啊，打王的话。死掉都有，打完只是更多而已。那、啊、他开始卡了，大概是八到十秒左右。嗯，哇，这个二十几秒。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打完都撑很久，而且专家模式更久。专家模式我记得是一分钟的。别往家再不要，我刚出来，我刚出来。好，赶快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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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出来了，我出来了，我出来了。他好奇怪啊！他好奇怪、啊，他怎么？他就危险，我坏掉了，这个，他坏掉，他坏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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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来解释一下，正常引球攻击就是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这样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中了好像什么鬼东西的，就是很像人家武林有没有？这样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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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所以那天我们玩到很崩溃。阿贝，我手机的，我手机的不会这样。被笑死。那天阿贝也是笑得很开心。我靠！等一下，我要回家了，为什么要冲回来？我回家。等一下。不要回家了。哎，好了，好了，好了。正常了，
我继续找隔壁的。有啊有啊有啊，正常很多了。并没有，并没有。正常很多，不像刚刚那样子啊。他去哪？他去哪？哇，我好多小精华可以看哦。有啦，出来了，正常了啦，正常很多了。只要那个波，我看他肯定狂暴。狂暴是他，他现在狂暴啊。直上直下的。我看他超顺的。一直顺还生气。啊！被骷髅杀死。各大大神，你们听哦！那是不是插破坏王啊？那不用吧？为了插破坏王也太亏了吧？一，哎、欸，然后斯帕拉米纳桑，来，现在这个画面就是我们要躲到这个门后面，然后有个开关一开，我们门就可以拉起来。现在龙要开大，要喷火过来。这边看到没有？一二三四，我们四个人要往这边冲。来介绍一下 ，HTD 是那个玩《魔物猎人》的老手，所以我们他那时候来托的时候，其实也是跟托很多人在玩《魔物猎人》。那偏左边是江江，是红石口袋的一个会师。啊，我会认识 HTD， 就是因为我认识江江。然后我们那时候三个人一起打那个 LO 英雄联盟。那酱油萝卜糕就是我们的节操，他常常挂在兔窝里面，那个节操就是他，所以我们常常是这四个人固定啊，固定团都是这四个在打魔物猎人世界。好看好哦，我是不是要放弃吗？有没有喷火了？快发发发！我就被关在外面，我快气死了。刚好最后一次。是谁？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会死哪个啊！我看到刚好，我看到你的尸体啊！去你妈！我想看你的节奏画面。啊！我真快气死了。还有这个讲干话。哦，对啊，就想把这个皮开回来。欸、那个左翼你好可怜哦，你要回枪还回枪不了哎、欸。这时候要画布布贴图，准备打瓦拉瓦拉喽，准备喽。你看什么？左翼盟，然后嘞，你们才盟这句话还发不出来，好可怜啊。你看，他想回枪攻击还不能回枪攻击，你看。大家都说他左翼盟还是什么？你看陈烨也在这边，对不对？陈烨盟，然后就是他在叫人家盟，自己说你们才盟的时候，竟然被屏蔽掉，好可怜的。怎么可以那么可怜啊？要呛人还不能呛，你看。哎、欸，你们知道披萨里面很多是加口香糖吗？因为他们发现起司拉不出那条线，他们就在披萨里面加口香糖。应该很少人知道吧，就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会每个都会吃口香糖，然后为了增加那个披萨的那个拉丝感，然后他们会把口香糖嚼一嚼之后擀平它，然后加到披萨里面去。不然你们觉得怎么会有那种拉起丝拉这么好看的？还是白包的你拉那么长还不断，那一定是加了口。我再看一次哦。哎，对耶。克洛伊耶，会有那种拉起丝拉这么好看的？不可能，拉那么长还不断，那一定是加了口香糖。没有啦，以上都是我乱掰的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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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我，都是我乱掰的，因为那时候就是看到很好笑啊，因为看到哇，他们都是做广告的那个嘛，就是为了广告好看，有那种好看的感觉。没有啦，假的啦，都是假的啦，不要相信啦。我想说你们喜欢听干话、啊，就讲一讲啊。这个怎么出来了？等一下看一下。哎、欸，你要不要去你的台把女仆装这个东西设为禁语？应该不用，
反正番茄安安女仆那样打招呼。番茄女仆安安这样子啊。好，大家去射一下嘛。你去射一下，哎呀，好恶。这一部太难剪，这部话太那个，难大家那个同时讲话的部分太多了，不好剪。怎么如何不变恶男嘞？他女方就变女的了。我开了。你在偷笑哎、欸！我你笑得很开心哎、欸！现在怎样？是觉得我们是八七是不是？不是，你刚是不是？那我先喘口气。哇，你为什么要喘？你不用太紧了是不是？来哦。这边我真的快气死了，明明是我在问说你在哪里，然后再见应该要我抢，那个白痴小一直跟我抢再见。你在哪里？ Basement 地下室再见再见你们说再见。我讲啦，这是我啦。你刚刚有问你在哪吗？再见什么低能我没有开麦讲啊。他在这边这里面3.2。哎、欸、你那边很大、欸，你在这里吗？你那边很大。你在这里吗？你那边很大。我留空间给你们，拜托。不要。留空间给你们。你在这里吗？给我个信号。把你关起来，气死！我要把通灵板丢掉了。他觉得你很大。我要把通灵板丢了。你都去死吧！对不起。你通去死吧。亚洲，好，我们回去看。等一下，画面卡了。都是用广告啊，他们光都用广告啊。来这个，来介绍一下哦、喔。我当时网络，我当时的画质真的好差哦、喔。那时候剪的过程中觉得好卡，就是这个魔物猎人有一只青蛙叫做麻痹瓦斯蛙，就是踢到它，它会喷瓦斯，可以睡魔物跟睡玩家。然后这个呢是不知道谁戳到它，一次睡了我们四个人。什么被挤下来？有人在上面。对，画面很卡。不动一桩哎、欸。对，有庞大的身体啊！抱歉，你看睡到了、欸，四个人，这四个人被睡着了。我要救你们了！他该打了，再见了。谁打到青蛙啦？你都死了，是江江哎、欸，谁是谁干嘛？我快睡到笑死了。我看一下哦、喔，哎、欸，我那时候 Overcook 是什么时候的事啊？啊，来，不是之前说秀秀很没礼貌吗？也不是说他很没礼貌，是他那个。然后在我开台的时候会突然进来都说喂你在干嘛，我说简小姐在开台在开台这样子。他坏掉了。五分钟哎、欸，好久、喔，找一下那片段好了。哦，来了，对手机大招了。好，我看看他在上面。哎，哎，卡住了。这其实不是没有，超好笑的。阎王龙不会动哎、欸。世界就有吉娃娃了，有啊。是不是有人当机、啊？是有人当机。卡住了。来换下一个。我没用，我至少没用。你没用啊！不要这样子骂自己啊！我没用，我没用。你看我没用，我没用。你刚才讲的，一模一样的音啊！
我说我没有。我知道啦。没有，没有。三，不管讲几次都很像。好，三小时五十三分，我没用。好。我已经不太懂在讲什么了，说真的。我没有。我有用。我说我有用。我有用。这边我死得很无辜欸，我好像不能输出了欸。你看，我下海了，然后他从上面，我被他撞下来了，干嘛？从天鹅这样的掌法，哇！哇！对啊，我这边会爆麦，哇！我那时候麦真的好烂哦，容易爆麦，真的没地方跑，好冲！他会把人逼到角落，用这一招，小心！你先让我看看，我等一下，我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我想买的，我再考虑要不要用虾皮好了。虾皮叫什么？繁星的兔。你看，连我的虾皮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啦。哦，我靠！差很多，对不对？啊？不是，等一下，我只拿繁星，还有一个繁星情趣用品。你知道我在开台吗？对不起。你知道我刚开台吗？对不起。你看，他常常在我开台的时候都喜欢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喜欢在大家面前装样子什么的。欸，我找不到 Overcook 欸，小鱼。你们是有暴君二吗？你们看我慢慢找。对啊，我要飞，我要来转盘了。我要瘦、哦。那怎么叫车啊？啊、哦，锤头上按 QQ 按着可以叫你的坐骑过来。哦，我的坐骑自己。还是那时候是在 FB 啊，在 FB 就不会在这里了、欸。坐骑就不会有人打你哦。嗯，好猛啊！我开转了、哦，欸，没有欸，我真的找不到欸。开始转 ，Enter， 太靠近我个人载具了。你先叫，你先用那个，然后叫技工那个啊。哎、欸，小鱼有你的精华、欸。已经有了，车进来了。哎、欸，等下，暴君要怎么飞？暴君要怎么飞？空白啊，怎麼空白啊。W 然后 W 空白啊。哦，你是往上飞，按五，按五，按五。五。我扛车也可以。哦，有了。然后 F 是加速嘛？不是这样子的啊！干，你看了，本来就是飞弹啦。有人跳了，有人跳了。他进你那个。我的车。所以你成功加速了吗？你成功加速过来了吗？好啦，小鱼看一次就好了。那时候跟那个、啊、妹子在聊，没、欸、妹子。F 家为什么那个小型的那个动森？造型的 Switch 有啊，有卖啊。你看我在画大地鼠啊。你要吗？我买一台给你。好，小鱼买给我。我想去学小马家的。你快去啊！哦，原来我当时就是用蓝色的哦，就口就是固定蓝色的。你看我多强！你快去啊，不然等下就不敲了。对啊，对啊，你先去小马家，反正我们整晚都可以一起玩。你可以来玩我的计划。什么？哇！你可以来玩我的计划。我每次听都觉得很好笑。啊，小鱼，你可以来玩我的计划。小马家，反正我们整晚都可以一起玩。欸，好久没看到小马了。什么？哇！这你可以告了吧？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有没有晴儿声音超好听的？我记一下啊，五小时二十五分。这是什么可怕的发言呢、啊？对，我们然后找那时候再说要那个交菊花，然后在那个养那个、啊、培养基因嘛。哇！养花蛇。好，等一下哦，
我去，我因为我等一下切，我要切个画面去找，找不到精华在哪？游戏精华吗？去找找。有没有人找得到，然后可以跟我讲关键字吗？没有，我帮他解释啊，那个是因为那个啦，我们那时候在浇花。因为这段潜水都上岸了，嗨，各位的欢气的，谢谢谢谢谢谢记得欢气啊，嗯，我翻到了那个那时候小客团遇到外挂，有个观众就是那时候怎么砍都砍不死，发现就有问题，就他快死的时候断线，一断线之后人马上瞬移走。也是因为那一场之后，我就觉得玩巧克团很累，就有时候有些看起来就怪怪的那个玩家，但是又抓不到说他们到底有没有开外挂，有的也不能无缘无故去误会人啊。欸，找不到欸，有时候找不到欸。哎，下班了。看来小鱼对啾口是真爱，不是啾口，妹子也是好吗？欸，小鱼我找不到欸。那时候我们是在 FB 的时候吗？我再搜寻看看哦。繁星 Overcooked 2刀，有些 ID 在巧克团看过，那就没办法啊。其实之前在玩巧克团的时候，有很多人跟我说，对面那个有开外挂的那个，有那个前科嘛，还是什么，补过头。我都只找到记录档欸，三年前的影片欸，等一下哦，我再找找看，你们可以帮我找看吗？繁星然后煮过头，有在嗨，那影片很久了吧，蛮久的啊，那时候那个谁还一大堆人在帮秀秀加油的时候，欸，要找什么？找我以前煮过那个玩 Overcooked 2的那个影片，就打煮过头应该可以慢慢找到，应该快到了吧。我不知道有多久啊，看看记录档是说三年前，精华，对啊，是不知道哪一部啊，因为那部小鱼很猛欸，他可以叫出一个一般人叫不出来的声音。对不对，小鱼？
我找到好下面了，还是没有哎、欸。然后方格生存，你打关键字就找不到啊，飞波啊。倒没有，哎、欸，找到了，找到了，哦，超久的啦，好下面哦，等一下，为什么 YT 哥怪怪的？你不要回，只是靠近按钮，怎么会叫成这样？是这一句吗？嗯。你为什么要删人家留言？你好过分！我们来玩 PK 好不好？好啊！我想看你们玩 PK。可是刚没有人要跟我一对，不会啦，看他怎么想而已。你看秀秀当时是怎样的人呢？可是刚没有人要跟我一对，不会啦，不会啦，看他怎么想而已。这个吗？什么？哇，我们穿黑衣服哎、欸！啊，这个就会玩到没朋友啊。我的好可爱，哎、欸，他的背景那些画，哎、欸，control可以选队伍、欸，哎、欸，投票选那个主题、欸，哎，可以选队伍、欸，那我们全部都白色的，看他会怎么分配吧，随机吧，对，那就随便选，哟，哇，啊，哇，哇，被菜了怎么办？你不要这样说话，啊、哇，哇，小鱼怎么办？哇。哇，他们不会走路了。2018年的游戏啊，天啊，四年前，难怪找那么久。我们是那个，我们红队，快点，给我，我要煮意大利面。小雨去哪里啦？我在上面。我的麦好烂哦、喔。快点，再给我切。我干，我我都错了。来解释一下哦、喔，我跟小雨是红队，然后秀秀跟 Joko 是蓝队。然后，哎，我是机器人，小鱼是章鱼，秀秀是外星人，不，优口是外星人，秀秀是熊猫，这边有写吗？熊猫，小鱼快点，给我东西切，我番茄哦，你看，我就拼命去抢他的东西来弄，不要过去哦，在我们家，哎，对不起，快点，小鱼，快点去我们家拿东西。快点，你去拿番茄给我啦！你去拿番茄给我！你拿番茄给我，完蛋！我要切番茄，我要切番茄喽！我要切番茄喽！偷他们的啦！怎么偷啦？他又丢进去，你就不拿给我？啊、快点给我！番茄啊，切一切！丢下去！你看小鱼在这边，他想要偷菜呀、啊！他在那边等。终于找我。你这个贱货！小鱼，小鱼来，主要是看小鱼啦，这边小鱼比较白目，然后就给我偷东西，小鱼被抢走了啦！小鱼没有被抢，就小鱼一直都在。秀秀，快给我！不是，我们两个跳到里面就不一样，在那边低人什么啦？哦，他怕人家抢，不要给你。就这个。玩我！谁来？想冲啥？想冲啥？不用这个了，不用这个了。然后后面我发现，通通丢给下面就好了。丢，给我一大一面，给我一大一面，给我一大一面。你看下面那一桌，有发现东西都扔去隔壁，你东西都扔去隔壁，快点快点快点！
然后他东西拿不起来，收起来了。蔬菜，小鱼，小鱼，小鱼，蔬菜，蔬菜，看条件。他把人家带穿走，这人好贱哦！好贱哦！小鱼，小鱼，番茄，小鱼，番茄，番茄啊！我不要牛肉啦！哇塞，这个蔬菜把太神了吧！直接反超哎、欸，快笑死！你就不要再丢了啦！那我走开了 ，Winny， 我靠你！我笑死，我笑死！小鱼，小鱼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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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真的，欸、小鱼我面坏了！你给我走开，走开！你看哦，他快烧起来了，他东西拿不到。我帮你救，我帮你救，我帮你救。然后我要故意丢那边。走开啦！我吓到我的。我就是烧房子的啦。不是，他拿不起，然后丢在他手上。对，我等一下去找那个精华，等我一下哦。我觉得这可以，棒棒的。我一直控在他手上哦，好爽。笑死我了，好崩溃哦。哇，这么的坏，我觉得好笑。今晚。我想来点大肠臭臭锅加王子面和小贡丸。小鱼再来啊、哦！妈妈呀！我在我们手上没有。在攻蛇你没有？这段换我了吧？我是最白目的那个人啊！哎、欸，我们在右边，换我拿东西了。要什么鱼？啊，别错了，小鱼。我的。你们现在最主要是注意我们外场在干嘛就好了。送你们，我现在拼命扔东西进去。再送了，结果有坏了，有坏了，我手在哪里？有坏了，自己坏了。啊，搞错了。我加油加油，加油！我这边努力了。你要什么？小小爆米。你要什么？我就说，其实。这两个就是优口跟小鱼啦，当我的扳手，当我的 mod， 做我的朋友应该是很辛苦。白金出三口名字在下面，你都没跟。我就觉得他们很委屈，应该也很辛苦啦。你看我在干嘛？我抢到了，然后我丢掉了。不是，我们好回头看一下哦。你看哦。那个米鱼海苔，其实我可以端菜端出去米，有米鱼海苔吗？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边也可以端，我要把它倒掉。找我啊！快点把子给我。然后九口在等。我有透明的干。牛肉真的是。然后被抢走了。被抢走了，对不起，走开啊！我错了，走开啊！还给我，拜托！你还给我吗？然后，快给我！盘子给你，盘子给你，盘子给你！如果这个可以出，是的，会不会太多盘子？我们四个盘子，然后。就是因为小鱼说我们四个盘子之后，就想到说，哎、欸，对，要盘子才能出餐呢、欸。给我鱼，给我鱼。那你注意哦，其实这边有一个盘子，他没有注意到。对，给我鱼。来下。就不给你，我没有盘子。我没有盘子。看，他们那边一堆盘子啦。你快快来！我投了好多盘子哦！哎、欸，那边有盘子，不不不！不了啦！不了啦！
我来，完了，快给我。完了。你看我们多鸡掰呀！盘子呢？哈哈被发现有盘子了，赶快逃！三分，我小蓝瓶赢了，笑笑。三分，我们蓝瓶赢了。我的腰好痛，我那天真的是笑到腰超痛的。关台了，关台了，我都没朋友了，要没朋友了。多汁干杯！必胜客北海道海鲜盛宴披萨，手到尝鲜，订起来！哦，这个啊，这个按钮，你们注意这个按钮，这个，就你可以放里面那一格，要不都放最外面那一格。好，这是正常模式。要丢一下，过去了。哎、欸，空盘子，来不及接啊！这里，哦、啊！到底怎么办到的？邱大侠，邱兵，邱大侠，按一下、哦，叫的太好笑了，闭嘴，给满分，不许。好啦，公审就到这了。白痴，怎么会100多人啊？好了，我们再来玩点什么，休息。这有什么好啊？小鱼抓鬼怎么没这声音？长大了啊，喉结长出来。可能呢、啊？快乐时光过得特别快，也还好，也太美，警官在威胁。我不会 TD 也没有分类吧？啊，我也是拿掉了、哦、啊。你真剩几天？还有两天，这玩完也要12:30了啦！啊，随便玩啦、啊，青菜，青菜剩。反的白痴哦、喔。有点怀念，你就慢慢怀念啊，你就慢慢怀念啊。我画面拉大一下哦、喔。
好。我发现组合里面没活法师欸，靠，要哭了，等一下喔。好，这个也没办法挂机啊，要一直点一直放。对啊，我那个我弟跟我他女儿确诊，然后他女儿烧到38度，还蛮担心的。因为现在他们没有住家里啊，他们是外面住在外面已经住了几年去哪确诊？没有啊，就是一开始是他女儿确诊吧，然后后来换我弟确诊，最近很严重。对啊，已经不像之前的了，那就是越来越重，而且我们现在也可以，我们现在都没有在那个了，就是进去要扫那个 QR， 现在已经。没有再用这个了。QR 不是废除了吗？对啊，已经废除了啊。只剩下量体温而已了。我知道啊，就改回线上上课啊，所以才有一大堆人说什么上线上课程来挂台啊，有的没的。我说啊，那不要影响到你们就好了。今天中午过后就可以休息了，终于是说下班了哦。啊，不对，呆鱼你有上班吗？嗨佩佩，呆鱼你有上班吗？
我想说稍早跟我讲说走啊献祭啊，啊什么意思？我现在双手已经放开，在滑光鱼了，等我一下、喔。佩佩救我，佩佩救我。我还是对于你们两个，竟然是我实况当天才认识的，感到很讶异。真的以为你们认识很久了。走啊，献祭！我没有要献祭啦。等兔子面具出了，我就会开始每天每个礼拜献祭去抽了，抽身高。开关。先离开，准备上班了，拜拜。好，拜拜，我也准备关台了。这两关打完，又修修啦。啊，这一关真的好麻烦哦。放哪不对？哎、欸。放这只好了，然后，Rules are made to be broken. 我讲真的，如果疫情，如果也不是说稳定啊，就是撇除疫情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去台中跟高雄一趟啊，见见一些早该见的人。晚上吗？还有末日？有啊，有末日啊。好嘞，嗯，半透明的，这个，怎么？那你要回高雄？你可以来台北啊，可以来找我啊。我已经有点不想要去管疫情去唱歌了，不是，也不是这样讲欸，怎么讲，就扯到我稍早讲的了。那其实有些人都会怕或不怕，我不知道，但有时候也会基于一些个人的，就像你也想要去唱歌一样嘛，对不对？啊，也是讲说啊，现在疫情很严重啊，可是已经很多都已经摆烂，没有在管还是什么的，对不对？
那今天就是今天，如果是私人的事情，大于一些自己情感的事情嘛，大于那些已经疫情爆发那么严重的，那当然会选择说自己的事情为主啊。就人一定是那个嘛，双标一定会很严重啊。先说一个人无私无那个无私一定不可能啊，人一定自私的啊。先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当然一定会去做啊。就开始被一些正义魔人攻击，说现在疫情那么严重，那、啊、你还跑出去？没有的没的。然后讲完之后，那些正义魔人可能自己私下也跑出去哪里买东西啊、逛街什么之类的，对吧？一方面就是像疫情压不下去，不知道什么。所以才会说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看那时候人怎么想的啊。五十关欸。过筛过吗？听说很痛，还没啊。你的筛啦，是丝不是丝啊？丝不是丝。哎呦，还是念反了，是丝不是丝。但感觉我念起来是一样的，快筛啦，不是过筛啦，是快筛，快筛不是过筛。我突然想到说什么面粉，是快筛，哎、欸，不是过筛，好吗？卷舌音，吃。尸体的尸，哎、欸，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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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怪怪的哦，怪怪的哦，好像来得及哦，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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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没有清音啦，一声而已啦。这关打完就休息。
等一下哦，这关有点迷哦。看一下哦，等一下新地图吗？我不知道哎、欸，这张地图好像也很久了哎、欸。说新也应该是新地图啦，因为这张也真的很久了。啊干，果然放不上去，一掰。哦，本星蚂蚱花。太久没打开 DD6 了，那真的有一段时间了呢。我也是从后面才开始有努力记憶哪些是哪些，因为玩久了嘛，也都是大概知道哪。你看这次多方便啊，只是差，可惜是我应该再放过来这边一点。不然打不动啊。不然就这边放一次吧。我在想哪只打隐形的。六十关呢、欸，那很缺，还是要这一只哎、欸。一万六，一万八，好了，可以挂到六十。没有，最主要是有这个啦，金钱乘二，这东西就是点数商品了，这个。是在商店页面，就你花一笔钱，你就可以解锁这个，你也可以关掉啦，就是你赚到的钱都是两倍，所以就是你花钱让你的这个游戏变得更简单。但有些关卡会说什么道具无效，但这就没有用了。
欸，这第三关了吧？发呆了一下。然后其实那时候有看到他一个 beta 版的，那时候跟小鱼他们玩，可是就是跟那个雀魂一样嘛，玩有人场不会加一些段位经验之类的。但那个游戏就是你要经验累积到一定的数量，你才能拥有新的角色或角色升级。啊看，不然你角色永远都没办法得到新的，就很烦。你一定要打路人。嗨，陈夜萌。陈夜萌你好。现在已经没有他的事情了，没有你的事啊。我们再养一只。欸，当时叫你陈夜萌的就是于那个于娜的，对不对？我这款游戏本来之前我已经持续半年了吧，还是快半年，都每日上线领一下那个每日奖励，跟打一下每日荣。欸，没有没有，四个月。我后面真的是感觉不太单调无聊，后面就没玩，因为他还是每周都会有一个远，像现在的远征。然后可是觉得说每次打从简单中等到困难，全部打完要快三小时。就后面没有浪费时间在这上面。这边的话可能是云娜啊，不然另外一边是哪？另外一边又是谁？还有哪一边？哇，云娜要哭了。我再讲一下哦，因为发现我气球有兔耳朵，就是上个月是刚好复活节。然后终于被我堵到了，我就来买兔耳朵了。然后大气球也是那个复活节彩蛋的样子，不然之前是什么圣诞节？其实线是挥手的意思，斜线是萌的意思，没有，我们这边斜线是挥手的意思。通常是挥两个斜线啊。哦，太多人在说，对啊，没办法，你看复活节彩蛋。好，好了，我无敌了，无敌了。卖掉，卖不掉。哦，睡觉睡觉，下课尿尿，还记得吃午餐哦。
你等等要回背后睡觉了，对啊，不然要干嘛？不然你要干嘛？不能，以后不能讲干嘛了，不然你要做什么？海参士官。加他好了，每回合收入提高至300。还有什么？哇，每个气球再加2欸。可能先帮你暖床吧，想太多，这样子我就睡地板了，跟你们讲。我不会啊，但观众会啊。我在想啥？你可以不用为了我，为了你的观众好。你可以为了呆鱼啊，你看人家辛辛苦苦带你跑，你也该回馈一下人家吧。啊，你看，为什么是彩蛋在下那个鹿角、啊？好了，然后就是。拿这个奖杯去换道具，就是在这边，要完成50个远征，耶、yeah! ！然后这个，和气球。金的欸，猫耳欸，哇，这是我拥有的。嗯，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那我们晚上再见啦，大家拜拜，啵啵啵啵。欸，我才开快3小时哦。哦，也是啦，我30分才开的，大家拜拜。